你们的圈子啊？啊，圈子，不是那个20号有21号与玉佛节嘛？什么节？玉佛节就抄心经的。那个心经的。哦。然后还有姚继良他的书法日。他现在住在 Richmond 啊？对。他以前住在布兰比吗？嗯，早了在 Richmond。然后呢，不是刘以前他们有个书法展吗？画展没有吗？嗯，有个姓黎的，我不知道黎什么，我他们一块的，应该有一点点画吧，我没看，还没有开始呢。哎，那个什么叫做立邦，那个现在没有了。立，哦，那个我不知道。不是在 Richmond 吗？不知道。哦，你没去过。这几年都是在网上活动，但是这次是就在图书馆，第一次在这三年吧。本来他是在丽晶展览的，后来现在可能改到哪一个同乡会的，是哦，对，广东的哪个同乡会，我不知道在哪儿，中山吧，还是哪个同乡会？中山，一定是中山。中山在哪儿呢？同乡会？不知道，因为那个那刘伟贤的那里头有一个写书法那个人，好像是中山人。刘伟贤不是中山人吧？也是。不知道。是。他们好像跟中山联系挺多的，对，那个叫欧振宇，他们三个人，两个是两个人。欧振宇是谁呀？写字的。